才装十几米啊，躲一下，帮忙啊！好，嗯，我们这个时候的话走里头啊，我们侧着直接打开来，透视走这个点位啊，贴膜就是贴膜，四黑可以转一圈再下板，看到有没有反绕，没有反绕，好，嗯，下板绕一圈吧，往沙包里面走吧，因为木有两个人啊，不然这个点位的话正常要转木的啊，他踩板了啊，他应该是个慢踩啊。还是没有丢炸弹啊！这个点位的话只有我们一个人了，走了。不是这个点位拉太好，他会发现我是个正常人吗？不抓了，大王是个前锋啊，还行。但看到我，给你点机会吧。这个二连，看抬手吧。好，飞轮下板。这个飞轮的话还能挡一下那什么，拉一刀没事。先拉点，然后看一下红光。反正我很好，救急啊！前锋过来了，这波慢翻一下，咱们不翻了，总是翻板子。点位先拉点啊，拉点永远是最优的选择。直接走，直接贴膜。他这个点位的话，咱们去石头院，直接翻窗啊。我们先往这边走，弹板交过了，没关系，这个点位拉得很开，直接翻砖进破就行了。虚一下，就是超远二连，直接走啊。嗯，哎呦，不得了了你啊！还有丢这种啊，咱开到了直接走啊，胡同山过来，那是不翻窗户，因为他把我架在这儿，躲一下，啊、哦、没关系，这边点位直接过啊，要被炸一下来，射打开来绕一圈，嗯，再拉点啊，再弹射再拉点啊，他们一般两点丢不太准啊，那我们往这个走的话都是一个嗯，没事再拉点啊，再拉点拉起来，看他怎么丢二连。直接翻窗，好，停顿一下，就这样走走，贴膜，这是贴膜，没得贴膜，躲下点，比较短的，弹窗十几秒，躲下，这波鼠标有点歪啊，那就中央不躲一下吧，老板翻回来，停顿一下，动作做起来，接下板，好，叫他一下，嗯。弹窗啊，直接加速，直接走起来。然后木有地下室，但是给他撞一下，感觉应该没问题啊。直接翻走，丢出视野，他给他反绕我，给他反绕，好，反绕一下。好，慢翻再回来，这很关键啊。嗯，这一波不一定会反绕了，因为他可能会前面已经绕过他一次了。你看他被我绕过来，然后这边直接下板，弹射一下，往这边走，然后实际上走往木走啊，因为弹射啊，走起来，翻窗。往这边躲，看他二连面朝的方向啊，这样的话走掉二连，然后再下板了。然后这边左秒三秒钟看左上角弹窗马上好，两秒一秒弹窗弹，这块撇过来一点啊，好直接开机怎么开啊？往里面走，他想把我架在这，直接开机开呀、啊，给你信号了。这里面我把自己扮演了，贴膜炸不着，二连炸到了。对对对对，他反绕回来，但是你也无所谓的啊。嗯嗯嗯嗯嗯，让我恶心，禁言一下吧，好吵。停顿一下，只能看能不能躲了，有定时，躲一下。好，翻回来。翻窗就是视野，慢翻回来。你看这个就是，然后这边的前板才在，再慢翻一下。视野不知道有没有地窖，木不我木有没有地窖，一个地窖我们有就能走了。没有地窖，